解密什么的，就是酒店自带的一家。给广告费，我没打广告，我打啥广告啊？然后呢，把头发先弄起来啊，这是一个口罩，我一般就拿个口罩，就这么一戴啊，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一戴啊。首先是要卸眼妆，我一般用这个啊，用这个卸眼妆。卸不卸妆区别不太大，其实。这么轻轻的一按，眼妆就卸了啊。然后再用卸妆油，手里搓匀，抹在脸上。头一看男的卸妆，那男的卸妆跟你女的卸妆有啥区别呀？不一样的吗？跟大家说啊，我为什么要用卸妆油？其实大家都现在流行以油养肤，其实卸妆油就是在用以油养肤的第一个过程，最原始的以油养肤，然后再用水乳化一下。所以大家去看一个卸妆油的好坏，就是看它乳化程度的快慢。其实乳化的程度的快慢就侧面反映这个卸妆油的好坏。大家也可以去挑选卸妆油的时候，就是一个道理啊。等它乳化一下，我们再用我们的洗脸巾把我们妆就给擦掉了。这个洗脸巾是真的很好的发明，你看它擦完了以后再擤个鼻涕。很方便 ，I like。然后再用洗面奶，要不洗面奶的，东西太多了。洗面奶呢？我卸不卸妆没啥区别啊。没啥区别，洗面奶呢？放在这儿。就卸完以后啊，一定得用洗面奶再洗一次。有颜色的区别，那个粉底啊，粉底会偏浅一点是吧？差不多，我本身也没有那么黑，打匀啊。哎，你们觉得口罩这个真的很方便吗？这样把头发都捋上去了呀，你们不觉得很方便吗？是你们不知道口罩都有这个用处吗？
好了，妆都卸完了，也没啥区别吧。没太多区别吧。所以我就准备去洗澡了。洗澡是真的没办法给大家播啊。所以大家早点睡觉。啊。大家早点睡觉。大家早点睡觉啊。我也就去洗澡了。把手机放出去。给你们说一声晚安喽，那我就下来。新年快乐啊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啊。晚安，晚安。你早点休息啊，拜拜，拜拜。